那就拉拽拽来，拉拽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小厨，这里是路在汽车站。听说这里有一家百草牛杂粉，对这种杂类我是特别的喜欢，今天就来尝试一下吧。这边是路在汽车站对面，这里有吗？好像不像啊。到达目的地先多多餐饮，进路店附近，位于道路左侧。这家牛杂粉呐、啊？哦。哟，够在，什么品种啊？够在。这个问了一下，这个没有，还有嘛分钟哎。两分钟，两。你闷到没有？闷的，你什么牛杂粉？牛杂还是？你怎么可以？啊啊的，那你别再可以。哦，这样嘛。哦。当下去吧。哎，是啊。可以买点味道啊。可以啊。还可以噻。牛博也有没？有了。哦，多少钱买？三百出的。多少钱一斤？总共是八十块钱一斤，南北都可以的。三十五。品种蛮多的吧？就黄蚝是？啊，都是黄蚝。猪肚。还是鱼、啊？什么鱼？黄红鱼。为啥就拉拽拽呢？拉拽。我都是河边的。你看这虾还活的，哎呦，有点牛博也。又碎，我都牛油，肥肠，就粉肠可以不？小根，猪哦，好好，65啊？哦，来猪嘞。哦，要什么粉？我要松果，又鸡翅，又大蒜，又甘蔗。甘蔗是嘛？口感好点嘛？甘蔗是冰山甘蔗。是的。哦。又腌那么多蒜米啊？现在是10点钟，所以没什么人了。一万一万，我比较饿的。啊，吃得饱啊？吃的是，老板大点不？然后谷子还装不？河边鱼经常要没？那种河边鱼，那天就说的，夜天没人过。嗯，会不会恁家全部是女员工？哦，恁家是分店还是饭店啊？分店饭店，一户都有。哦，很丰富的芹菜，就是泡大蒜、辣椒。油泼辣椒、酸豆角、酸笋，这个酸笋正宗啊！这就猫屎，就花屎，真的漂亮。哎呀！哦，得了得了得了，看一下。几箩子笋啊？这个。这些材料都是我们自己腌的啊，都是酸笋都自己腌的。这边看得出，看得出。我又不是外面弄泡油水。